坑坑坑坑坑，我是铁蛋，脏脏脏脏脏，我是超人。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收听我们铁蛋超人俱乐部，我是超人，哎，我是铁蛋。哇，今天呢，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纸风车剧团呢，有史以来最浩大的一个工程，哎，也是整个场次最多的，对，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即将呢，我们在今年要迈入一个尾声了，就在12月3号呢，我们即将最后一个乡镇要在台北县啊，不是新北市，新北市现在这个万里啊，万里，然后呢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最后一个乡镇最后一里路啊，也是万里的第一里路。那这个其实回顾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的由来呢，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在我们其他节目有听过，但是呢，在这个节目呢，我们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好了。是在这个2006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我们纸风车的团的几个大佬们，包括有这个吴念真导演，有这个柯一正董事长，我们李永峰执行长，跟这个简志忠简社长啊、哦，然后他们有一次呢，在这个家庭聚会上，家庭聚会上就是他们打卫生麻将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聊到说啊，最近这个政治纷争呢，很多事情做起来没有动力，难道就不能有一件事情可以让大家很单纯的？很有动力的去把它完成吗？于是这时候呢，他们就想到了说，哎，我们是做这个儿童剧的嘛，那如果说把这个儿童剧带给我们全国其他乡镇小朋友欣赏的话，那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萌生了，一个念头。所以呢，也就在2006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终于踏出了这个第一里路。没错，是在什么地方？在阿里山，是在第二里路。对，第一路在宜兰，宜兰的圆山。对，开始踏出了。所以呢，到现在你看，2006年底，我们。到2011年的年底要踏上最后一里路，所以整整5个年头、所以这5年的里程当中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途，当中的点点滴滴呢，更是很多要值得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跟平常节目不太一样，因为除了铁蛋跟超人之外，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个特别来宾来跟大家这个见面一下，是谁呢？来，由我们的铁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介绍一下好了。哎呀，千呼万唤始出来，他呢就是我们纸风车剧团，我们演出15部的导演庄阿嬷。庄阿嬷，欢迎我们的阿嬷。是真的阿嬷，不是假的阿嬷。噔噔噔噔，大家好，我是阿嬷。哦、这小姨妈公公差这样，对啊，感觉有点年纪，感觉有点年纪，可是又故意装少女的感觉。我是少年嘛，啊、哦，少年嘛，你阿妈为什么叫阿妈？因为我从小6年级就长这个样子，我是老起来啃，所以大家看到我喜欢的阿妈。对，通常这种人其实呢，少年时老起来啃，但是呢。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反而比别人更年轻。同辈的人来讲，没有皱纹了，端一端一端。所以阿嬷姐，嬷姐，我们大家嬷姐。可是呢，其实她有个绰号叫少女小球。是啊，是啊，所以我现在改名叫少女小球。而且她有英文名字哦。哦，叫什么？叫 Sophia。对 ，Sophia， 性感女神的意思。Sophia， 哇 ，Beautiful， Handsome， 呀 ，Sophia， Sophia， 没有押韵呢，没有，并没有。OK， 那个嬷姐呢？嬷姐不要说嬷姐太老了，阿嬷呢？阿嬷也是我们这个纸风车剧团的艺术指导，然后他其实我们三个人、哦、其实都在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担任这个演员的工作，对，哦，加一加这样子，哎，分享一下你现在那个铁蛋，你现在演了几场？我算一算，应该有超过150场，150场，保守估计了，现在已经走了300多场，这几乎是一半以上，一半以上嘛，对，那阿嬷呢？差不多吧，差不多，差不多、啊欸那看来我是最多的哦，因为我大概200多场，对，因为中间我们还有一些年度演出、对对对对年度制作的东西，对，都需要，对，都需要我们几位大将一起来那个，所以我们的工作会稍微削掉。可是呢，其实这一路上，今天邀请阿嬷来是来跟我们谈谈这个整个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里面一些很特别的一些事情哦。哎，这样子好了，你走了100多场，你应该会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次，讲一下。非常多哦，非常多，讲一下、啊，你是不是非常多废话？非常多。那我真的印象最深刻，到现在无法忘怀那样的一个景象，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第二里路在阿里山的场次。阿里山那不叫第二里路，那叫第二场，好不好？对了啊，对了，对，就是我每一场都是孩子第一。跟观众说对不起啊，没有，因为他们是观众，他们是听众，不行、对不起。我是非常容易妥协的，不不，有错认错这是好事嘛，是好事。再说一次，对不起，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对不起了啊。那一场那个场次呢？第二场呢？因为在阿里山的，它的那个地名叫做
石桌在半山腰的地方。对，然后那天又很特别，是我们自己要开车上去。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开始我们有一些地方哦，因为它那个因为在山上，对，因为这个，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活动其实我们是靠民间捐款的，对，我们是完全不拿政府的一个补助，所以每一分钱其实都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那时候本来是想说，我们连交通费我们都要尽量省，所以让演员自己开车上去，自己开车下，可是，在第一里路在阿里山玩的时候，完全就颠覆了这个想法，因为从早上5点钟开车出发，然后到那边演完拆完台之后，再开车半回到台北已经是1点吧，1-2点，已经是5点，对对对，整整24个小时，所以后来这因为不是已经让演员太累，怕危险，怕危险，其实怕危险，所以等于铁蛋刚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演员要自己开车，对对，然后呢？然后那场就是开上去之后呢，因为在阿里山的半山腰，它的景色是非常棒的。然后呢，在白天哦，大概下午的时候，它那个雾啊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浓，就山蓝，哎，山蓝，那感觉。那山北呢？山北，啊，山蓝，那个山蓝的美真的是让你无法忘怀。那因为我们这个演出里面有个叫《唐吉诃德》的冒险故事嘛，刚开始那个片段，平常我们在一般。乡镇演出的时候，我们用大量的烟机啊，然后来做一个这样子一个浓雾的感觉，在那个地方根本不用把那个烟机拿出来使用，不用喷烟。对对，我还记得，因为那一次那一场是，其实我们从来没有遇过下午彩排的时候就已经是在雾中，其实你完全看不到舞台上的景象。对，那因为我们那个设计唐吉诃德，他是从舞台旁边走过来的，对，在雾，所以可是问题是你雾蒙蒙都看不到啊，到底走出来了，音乐一放就看到远远的先开始有一个黑点状慢慢出来，然后就开始看到码头。马头不是平常吗？不是船的马头，是马的头啊，马的头。然后慢慢的有一个长毛，就是超一个戴着盔甲的人，然后慢慢走出来，对，就感觉就是从那种，就是对，就像看电影的那种感情节。这个烟机去制造这个效果都没有这么自然，因为没办法，那个烟你没办法，它一下就散了，它那个无法散掉的。那我刚好那个时候就骑着那匹南骑，就是唐吉诃德的爱马，对，然后坐在上面，然后慢慢的走出来的时候，哇，那个我真的掉下眼泪。因为太美了，就是很像那种史诗般的那种非常雄壮的那种感觉，那种骑着一匹马，然后那种这辈子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时候听到我们的总编长说：“干你娘的嘛！你在上面干什么？你不会好好骑，你方向都骑错了，怎么？”完全打破我们的幻想。对吧，马上那一排马啊，再来一次，然后走快一点嘛，走太慢了，看不到你。自己真的以为是唐吉诃德，所以在那一场，他整个那个那一场的景象让我真的到现在无法忘记。而且重点是我们的双头龙，他真的是从那个山岚的雾，对，也是从那里面，就是我在底下看是怎么台上一点东西都没有，忽然间两颗头跑出来。不过那时候其实蛮担心的，因为担心说晚上如果天气还是这样子，不知道孩子们看不看到戏。对，所以还好的，后来晚上天气非常好，有好一点，对，那它的气候对，所以当开演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山，因为我们在半山腰嘛，所以其实车子进来我们都会看到，因为它是山路嘛，对，都会看到车子路，所以你会看到那种我们7点开演，6点半开始陆续有很多车子进来，你就感觉说哇，真的好像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来举行一个嘉年华，对对对对对，那种感觉很感动。对，还有一个在台南。就是演出最短的时间，因为那一场呢下大雨。是关铁有演吗？没有演吧？我们有谢幕哎、欸哦，有谢幕了。对，因为雨下的真是太大了，大到一个完全就是跟倒水一样。可是我们还是很认真的把整个舞台都装置好，所有道具都弄好。而且我记得那场是唯一一场下大雨没有演出的场次。对，因为其实对三九来讲，其实只要下雨的时候我们也演，我们还是照，因为我们还是会发雨衣给观众。可是除非是赞助者担心说啊，这个小朋友安全，然后他因为我们台已经都装好了，对。有台的一个费用，所以你说只要不演，其实这个演出费用，那因为那一场赞助者比较特别，是我们前总统那个阿扁总统赞助的，所以他后来会担心说大家这个下雨，他就说那不然这样子没关系，那个费用就他先吸收，改天再找一天再来演。所以那一场等于我们台已经装好了，演员都要台把道具都 setting 好了。可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然后就没办法演。所以我们大家只好上去谢幕。然后最后大家就说：“哎、欸，那既然来了，我们还是谢个幕。”就上去谢幕，然后谢完幕之后就开始拆台。对，然后很赞。可是你后来还是去演，很特别啦。对对对对，很特别。对对对对对。所以除了这个阿里山跟原这个，还有一个是那个是哪嘉义那个什么圣心。哦，嘉义铺子应该是第一次东石应该是第一次他们小朋友，因为他们圣心教养院的孩子都是那种
知道怎么讲，他们是他那个叫他们是有意识的孩子，可是问题是他们的脑性麻痹的，对。可是我们会以前如果以我们自己来看的话，就是那样的孩子会想说到底看得懂吗？嗯，可是其实他们真的懂，哎、欸，都是有反应，而且那个演完之后，我们都会下去跟他们那个观众小朋友握手拍照。你知道，其中有一个大朋友，因为他是整个完全瘫痪坐在椅子上，可是他没办法讲话，可是他完全只能用一只脚表达他的那个情绪、所以他那天看完之后。他就一直踢你，对，他就把脚一直打起来踢我，踢你，所以这应该把它变成一首歌，因为刘子谦的念你算什么，应该改成一首歌叫踢你，那是深最深刻的感受，对，但是我很感动，就是、他就是非常激动，然后就是看到他就一直脚一直拉，就抬很高很高，然后要跟你握手，跟你表达他的那个、看完戏之后的那个内心的那个激动，对，这是其实我印象蛮深刻的。那像我其实印象最深刻一场是在纳马夏，纳马夏那一场。纳马夏那一场，因为我们是知道纳马夏是一个以前叫三民乡嘛，民权、民族跟民生三个。然后呢，我们在三民国中演出。然后那一天呢，我还记得我们游览车是突然换一辆新的，刚出厂的，哇，大家很兴奋坐到这个新车。然后开很久，因为它经过南横，然后开很久，开到那边都已经天昏地暗。然后可是你是到那个地方，你突然被好像来到一个世外桃源，然后景象非常的美丽。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一个原住民乡镇，所以呢，因为我们在八岁在纳马夏之前，八岁一个人去领这个片段，全部都用台语演出。对。可是那一天呢，就会问说小朋友，你们听？一般来讲，因为平地的原住民乡镇，其实因为跟平地的人比较接触，所以其实他们语言上其实都还听得懂。可是那个地方因为真的是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所以你台语他真的听不懂。所以问他说阿嬷是什么，他连阿嬷是什么他都不知道。说完了、啊，这一定要改啊。对。那我们就要把它改成是国语版的，八岁一个人去旅行。那最好第一次改，第一次改。那所有演员呢，在接收到这样的指令的时候，在台上就开始大家要去。把台语的台词转换成国语，那有些人就直接翻呢、啊，就很好笑啊。说阿嬷跟他戏戏啊，他就说阿嬷他往生了，然后所有人在那边笑笑的要死。然后里面不是有什么华西人啊，什么邂逅，那个他们讲说你老爸真正有影生计拢无，半个在乎啦，拖西人啦，那怎么办呢？生鸡蛋没有吗？他就自己生鸡蛋没有，放鸡屎有，然后又要讲一个俚语啊，那个什么拖西人那个东西啊，拖屎脸。他说他就只想讲，就想到国语的一个歇后，他就想说你爸爸真是厕所里撑杆跳，过分。可是你就觉得放意思根本不一样，对，就觉得就很怪。那后来当然还是有经过一个修整，其实有些还是保留一些台语原意的东西啦。可是其实大部分的主要情节还是那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很深刻是因为到后来，去那边彩排的时候，大概彩排到快四五点的时候开始下雨。下雨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走廊里面去彩排那个黑光棒棒的地方。然后我还记得我们的休息室跟他们的视听，我是在他们视听教室。然后呢，他们上课的时候也在，就是休息室跟上课是同时间，所以我们在休息室还听老师在上课，然后是在放那个影片给同学看的，这个而已。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印象最深刻，是因为其实纳马夏演完之后，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爸爸水洪灾，那因为后来我在新闻上有看到说，三民国中那个地方有六个老师，就是哦，就对，然后那个地方其实也很多遭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那所以其实。每次现在去看到那个之前演出的那个记录的那个照片，你看到很多孩子的笑容，然后你就会想说，这些孩子不知道还在不在，或者说安不安全，现在在什么地方？那期盼他们都是很安全度过这一次的一个灾难的东西。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有一些相关的演出，也有在上到山上去，真的就那个景象会让你真的触目惊心，就是那个整个土石的那个状况跟学校整个冲刷的状况。跟你那时候好好的学校在那边去演出的那个哇，你完全是无法接受那样的一个画面。像是我们原本八八风在那天本来是设定要到台东的，那个什么资本，对对对，也是因为延期，不是资本是金峰乡，
金峰乡去演出、嗯、结果呢刚好就发生八八水灾，所以后来等于是在风灾过后大概一两个月才过我们才沉浸才沉浸之后，其实我们都看到河床上就是新闻画面看到那些房子倒对被冲倒，其实 都看到房子都还一半卡在那个河床上面、嗯、尤其是触目惊心，觉得就是走三一九它一个最大，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说，因为你当演员可以这样子走遍台湾对还真不简单，而且 就是说深入到最里面、嗯、而且重点是把我们跟这块土地做一个情感的连接，对，其实不管是演员啊，其实包括这些赞助的朋友，对 对, 對，也是一样，哎、欸，就他可能就是100块捐助你这个乡镇，可是问题是他就是跟你这个乡镇产生的一些连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三一九里面让人家很感动的一个地方，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聊聊三一九很多的点点滴滴，好，哎、欸。